我收到伊瑞迪科隆的消息，他想要和我单独谈一谈。我来了。虽然你抛下了我们的战争，倒还是有点胆量。战争结束了，伊瑞迪科隆，是你抛弃了我们的理念，抛弃菲拉卡，任他走向毁灭，就只为了奈萨里奥留下来的玩具。黑暗之心可不是玩具，先驱者已经掌握了他的力量。绝对不能相信虚无。我相信虚无的饥渴。你也知道，泰坦污染了我们的世界，我要他们彻底灭亡。问题在于，姐妹，你也是吗？我绝不会参与这件事。那么洪荒化身的羁绊就到此为止，直到泰坦灭绝，你都不会再见到我了。至于你，维兰诺斯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别来碍事。我的朋友，我们今天请你来这里，是为了感谢你。当我们巨龙返回家园，我们分崩离析。过去背叛带来的伤痛，使我们无法团结。多亏有你和每个支持我们的人，我们找到了一条前往美好未来的道路，让我们明白，不该困在过去所犯下的错误里面。我们不该畏惧未知的事物，在互相接纳族人的同时，也应该要为巨龙打造崭新的传承，属于我们龙族全体的传承。为了表彰你所做的一切，我们宣布你成为巨龙军团的勇士。正义是一切的准则。我很高兴看到提尔的卫士和白银之手延续了我的传承。当然，这个世界需要秩序，你为此贡献良多，泰坦也鼓舞了许多人。我现在觉得这个世界很陌生，我迎接最后一战时，你们甚至还没出现。如今龙族走出自己的道路，我在艾泽拉斯一无容身之地。我不同意。这一切带领我们来到这里，找到鳞片，看到你的记忆，受到圣光祝福的卫士，这都是为了更崇高的使命。我们只是还没搞清楚。或许吧，崔瓦队长，希望你是对的。如此唯美，如此沉静。每天都有更多卡多雷来到这里，经历了多年的争斗，贝拉美斯会是能让大家安歇的地方。这个村落欢迎每个想住在这里的人，但这里不会是我们唯一的家园。海加尔
维尔萨拉、城谷都是我们的圣地，我们要永远保护这些地方，等到那片灰烬海岸再一次绽放出生命，我们就回去泰达希尔重新开始。小父亲，我们有好多事想跟你说。当我在亚登旷野沉睡时，伊瑟拉透过他的双眼让我进到了梦中，而我看到了你们勇敢地守护埃达希尔，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。还有那些挺身而出的艾泽拉斯英雄也是如此。虽然我们不该忘记过去，但现在该展望未来了。有你们俩引领我们的族人迈向未来，他们会很高兴的。不，亲爱的女儿，我想我们会在贝拉梅斯待一阵子，我们俩终于有时间可以独处了。当然了，亲爱的。但我们的族人需要有你在，他们就能安心了。孩子，你已经是个睿智的领袖了，山蒂斯，你深得卡多雷人民的心，相信你的直觉，如果你需要帮助，随时都能来找我们。谢谢你们相信我，感激不尽。来吧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个适合盖新家的地方。希望有空间可以盖花园。